再问一个问题 ，Susie 每天去出门之前打扮需要多久、多长时间？你们有等他时间很长吗？啊，嗯，哦，实在不行韩文也可以。我觉得，嗯，咪已经开始放空了。我不知道，他还蛮久的，还蛮久的。我们组合，你也是。菲菲，你没有资格回来说是羞耻。总之，反正女生出门都需要很长时间。就是我们四个人当中，我和命是最快的。然后我三，怎么三？你四、啊？反正他们两个是最慢的。不，反正他们俩不相上下。对对，不相上下。Okay, 啊，他最来最、哦、非常慢，是慢。喂，你。哦，开始起内讧了，好精彩的一段啊！就被一个化妆时间争成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好了，这个不相，你们俩不相上下啊。接下来这道题。